好，免费邀请你们的这个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都来，好不好？还要告诉你们的同学，好不好？你们认识同学，老师好不好？就麻烦你了，学校广播一下，没有人数限制啊，好不好？快来了，举手。那是我们办公室主任。哦，办公室主任。电话就给你一下。哦，找到办公室主任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是哪位是办公室主任？真的，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在在那个安顺这边办一个演唱会，免费入场的，我想要邀请学校的同学去，所以可不可以用你们的那个广播系统？我简单讲半分钟的话。哦，广播系统可能不能用。不能用。因为我们是免费上课。哦。上课呢，所有的学生都是校庆。是吧？好好，那我就用我用不行不行，好好好。还有那边的同学，可不可以耽搁30秒一起过来听一下好吗？老师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会在那个百灵制药的前面的操场上有一个免费的演唱会，免费哦，现场还有免费的 CD 签名 CD 还有海报，我们要送给大家，有机会要送给你们我的新专辑，你们会不会来？会，会来的举手。那晚上没有放假对吧？那校长在哪里？我是跟校长商量一下。带我去，带我去，我来。我不会说是你说的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走走走。在这个学校里面呢，利用他们的体育时间跟底下学生做交流，然后也送了很多这个宣传单，所以没有透过广播系统应该也没有关系。听说校长在上面，不然校长会蛮有面子。四楼啦，我平常跟校长关系很不好哦。哎，请问有人在吗？不好意思，麻烦有人在吗？没人哎，没人。请问校长在吗？在学校。那你擦肩而过的那个就是校长吗？不是校长吗？我要到那个头发秀。哦，这样。请问那校长是哪一位？校长，校区去了。刚才那位吗？刚才他走出去了。我们到副校长室碰到了校长，然后校长跟我讲说，校长在楼上，校长室在楼上，结果跑到校长室里没人。那等到下来的时候，校长，学生跟我朋友讲说，他就是校长。我马上要去。对对对，三十秒，我说今天邀请你们学生去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麻烦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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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结果。他还跟我讲他很忙，没有时间理我，然后要去新校区。不过我看得出他们真的很忙。刚才校长呢，感觉上也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越挫越勇。这个学生能够主要能够下课时候能够掌握时间的话，应该还可以在七点。